的新闻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三嘛，是旧历的九月二日。根据这同事的记载，明仔在位于宫殿正上方，何时是在起在一点到下晡的一点，下一个破土。另外有啥物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两岸学术交流哦，愈来愈频繁。尤其台湾伫咧六项三法修正通过了后，未来哦爱面对以及处理的教育事务会愈来愈多。因此，在海峡两岸五十间重点大学、150位的校长，14号就聚集来到这台业大学哦，召开会议，希望透过对话针对两岸高等教育六项来台哦小组化的冲击等议题，分享经验。以及提出建言。两岸五十间公私立大学的校长来台业大学进行论坛加科学技术的研讨会，为大学的经营指导，讲到陆生来台小组化冲击进行交流加分享的建言。能够海峡两岸能够共同签订相关的教育协议，那同时呢，大陆方面也希望说，在这个符合国际的这个教育认证的关系之下，能够扩大互相采认的学校，这也是我们台湾共同这个一直很期盼两岸的学历能够在某一些认证的情况之下能够这个扩大采认。少子化根本不是问题，我觉得不管是公立大学也好，私立大学也好，公立大学有它的社会责任，私立大学有当初捐资兴学的理想。那我觉得尤其在少子化，台湾更应该面临这样的问题，加强教育的投资，然后把我们的所有的公私立大学同步通这个推向整个世界的有一定的这个高水准的私立的这个公私立大学，这样才是真正少子化能够不是危机而是转机。针对小子化的问题，台湾教育部长吴思华提出，大学的数量应该减到100间以下。对华的大学校长也提出不同款的看法，这边减少可能有这种学龄的这种学生的人数的减少，但是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教育它是一个长远的事情，它不像一个企业做一个产品，今天可以多明天可以少，所以我想还是要从长计议，可以从我们自身还是从两岸甚至从其他的国家，我们来共同享受我们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教育资源。其实两岸的大学校长都对未来合作抱着乐观的态度，只不过毕竟两岸分隔真久，未来伫咧制度面以及技术面，也阁有未少的问题需要克服。台业大学嘛，甲中国大陆未少的大学来合作，希望会当透过师道制教育、实务课程协助学生毕业，对当家产业无缝接起来，让两岸的大学教育发挥上阶段的效能。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台川采访报道。中华市长参选人林淑贤关心老人福利照顾，利用这拜访时段赠送寿面的机会，提出每年中央礼金领6000元，老人免费装假喙齿等两大保障、三大福利的政见诉求。马秀老人化的社会，老人生活的照顾和完整的福利措施变得更加重要，更加受到长辈的重视。彰化市长参选人林淑贤拜访长辈，而且赠送寿面为长辈庆祝重阳。林淑贤更加提出两大保证、三大福利的政见，争取老人上阶段的福利照顾。两大保证就是淑贤保证，当选市长了后，每一年吼，咱年底的70岁敬老年金一定保证领6000啦吼。第二大保证就是咱九九中风车。咱若每一年吼70岁以上，也保证一定啊发500元。三大福利吼，第一项就是争取咱长辈时代吼啊会当免费装假牙。未来咱借用长寿药进会来做一个社区的关怀祭奠。啊，第三大福利就是原来争取咱的关怀祭奠，甲咱复制咱长寿药进会以后的模式，和每一个社区。拢甲咱中辈时代，也甲咱长寿协进会同款，会当阿公阿嬷可怜可怜，脚行手行，永远富贵长命。
政见领导加上备受尊重爱护，学长辈拢非常欢喜。思贤哦，做人我真好，伊平常时伊就是拢有咧共斗三工，伊对即个老人福利哦，我真关心，顾会甲阮照顾安尼吼，会感谢伊讲安尼甲阮斗迄个，甲阮关怀即个老人啦。都是完善的社会福利措施，背后需要充足的市库资源，更加需要向外来争取补助。林思贤信心满满，表示有能力兑现政见，给老人上阶段的福利照顾。大专新闻单位记者中华采访报道。二五合一选举哦，只剩46天。中华地检署甲这中华县政府哦，比较往年选多这反贿选，但今年哦，讲特别用心哦，搁甲全球哦，硕士龙头业者合作，伫咧中华区一个门市强烈放散爱幸福选举无买票、无卖票爱检举的海报。中华县烟雾管护林协进会哦，搁伫家伫这餐厅内面哦，发放这文宣品，营造清气的选风。直接在餐厅内底发放文宣品，搁当场来向消费者宣导反贿选。我宣导的不错，是是是是，要幸福啦，吼，不买票不卖票。对，检察长，今天来做反贿选宣导，哈，啊，您先你们这个标语，你念一下好不好？爱幸福，爱幸福。接着，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检举电话。08000024099，就拜托了哈。这因为年底选举，咱中华县要选出包括县长、乡镇市长、议员、代表甲村里长来，拢总900多人，敢若是候选人就将近2000人，规模这么大的选举，买票的风声自然就真大。因为贿选啊，选师啊，如果贿选的人啊，他最终就会怎么样？会贪污嘛？反贿选宣传结合社区，嘛要透过民调组织的所在来宣导，呼吁全民做回反贿选。可以透过各界哈，大家共同来进行反贿选的活动，来做一个很好的宣导哈。因为选举就是要选贤与能，那选贤与能，我们要有很好的端正，很好的选风。要幸福，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中华地检署强调，这回选举共款设有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民众只要发现有贿选的嫌疑，都会当卡这支免费专线，共同来端正选举的风气。台中新闻中心中华彩虹报道。鹿港一间糕饼业者是设计出一个往来饼，食完剩落来再立体往来包装，阁会当放伫厝内求好运气哦，大摆嘛往来，马上回来。